晶莹剔透，有没有觉得？有点透啊，透过去。有点透，太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我们现在在台中，我们要吃这家店叫做烩面点。它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王品集团旗下的一个吃面食的一个店，太特别了，而且只有台中才有哦。我们来进去吃吧。这里也有餐具区，还有自助蘸酱区哦。进来之后，他们员工就会说“零号”，然后接着另外一批人就会说“来带贼”之类的，还什么“你来贼”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觉得很亲切啦，真的这种接地气，很 local 的一个感觉。然后我们就简单先点一些东西哦，看起来都还蛮不错。好，我们要去结账喽。哇，餐点都上桌了。肉燥饭哦，香味十足，不好意思哦，古早味葱油拌面，哇，来来来，很 OK 吧？那油葱酥，好香好香。拌面微辣哟，上面是辣麻酱吗？对，它本身这个有一点点辣。我有闻到那个香气了，对，它的麻香出来。有辣有辣，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。这是什么？店家特制的辣椒，而且它本来就很辣了呢，再加下去会不会更辣？这个很香，因为它里面有豆豉，有豆豉，有蒜头，然后有辣椒，特别的香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酸辣汤，还有我们的小菜。一定要蘸一下它的辣椒，这应该是从我的最爱。嗯，好吃。这一碗是我超期待的面疙瘩，你看它那个啦，好多颜色，黄色、绿色面疙瘩哦。嗯，然后还有海鲜，然后番茄，它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哦，叫做手做金发面疙瘩。这家真的是手捏的，每个大小都不一样。这一碗。充满了海鲜味，特别的香。这一盘叫做现做口水豆腐，它上面的酱呢，我觉得应该跟刚刚那个麻酱拌面有一点像，所以它可能有一点辣辣的。我来下吃一下，好嫩哦，嫩豆腐。对呀，一整块的哦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冰冰凉凉的吧，对，然后而且它又加上这个辣辣咸咸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嘟嘟嘴好可爱哦。
至少塞满嘴都是面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我们又加点了一份豆包汤包，为什么要加点呢？因为吃饱一直看着墙上的图片，说好想吃，好想吃，所以就点了一份啦。然后呢，这个酱料呢，其实最理想的是加一点酱油，加一点黑醋，还有一些酱丝，这样就超完美咯。来，我来沾一口看，就它很有晶莹剔透，有没有觉得？有点透哦，透过去，有点透，太透了。咬一个小口。好。直接吸就好了。看到没有？哇，好鲜甜的精华。我要吃我的小菜包。好，是吧？哦，喷出来了啦！好吃吗？芝宝只喜欢吃那个皮而已。我肉太硬了。好了，你的皮跑出来了。吃饱了，我们出来了。刚才我们点的品项呢，几乎都是他店里的招牌。除了水饺还没有肚子能够吃之外，其他基本上能点的我们都有点过来，就是非常好吃的。然后可以看到后面人真的超多，这家店呢不接受预定，然后假日真的是从早到晚人都很多，所以要吃的人要早一点来排队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按个留言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